给他们一些建议吧。加油啊！不就这样？就这样？没有没有没有，其实不要紧张啦。艺人嘛，对不对？就是各式各样的都有，所以你只要把你自己最好然后最特别的那一面展现出来的话其实就可以了。是，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一直喜欢仔仔，从以前到现在觉得他最可爱的，而且最让人难以就是受不了他的那种的感觉哦，就是他其实一直都保持一个很忧郁的眼神，我觉得第一名很纯真的笑容，以及很不想回答媒体的态度。没有，你又不是那个 Jerry 了，对吧？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又不是不好，就是只是希望大家能够把 focus 在他的这个所有的演艺作品上。所以这次也非常谢谢仔仔哦，能够来到现场，给所有今天的不管是，其实讲坦白，因为现场有很多的同业的好朋友，其实都是你的粉丝，也谢谢你，让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可以在今天感受到代言人一起来支持这样的活动。那我们就要来颁发冠军喽，好不好？还是你要先带来一首歌，流星雨，好，先颁奖啊，好，我们要颁发的是伸展台舞的冠军，我们要邀请子时集团的董事长，邀请李永明董事长，我们一起好吗？好，伸展台舞。